两个真的就这样骑车哦，他们会不会死在半路上？哈哈哈哈哈！检举他们啊？是不是？是要不要这样子啊？可不可以不要酒驾啊？太扯了！警车呢？检举他们，是可不可以不要酒驾啊？前面两位在 ，Hello， 太扯了，警车呢？不好意思。然后可以放过我，不行。那、啊、你喝几杯？调酒，三杯、五杯、十杯、二十杯、两杯。好，那你刚刚先读。好，现在告知你权利啦。哦，依公共危险罪。你要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，骑出来也要打方向灯，了解吗？有带证件吗？证件先看一下，谢谢。你说一个小时前喝完的吗？现在是5:15左右，那就是4:00左右喝完的，对不对？是的哈，两杯。就是我们现在不骑，然后可以放过我们。不行，酒驾就是现在系统的限制在放。下次叫你来开的，没有了。好棒，我现在开给你好不好？这样你觉得印象深刻了？不是我啦，哎，我又没有骑车，我喝酒没骑车，对不对？啊，刚不是在拦过你们？没有吹，没有吹，吹出了。吹进去，你要吹气吧，气就像吹气球一样。吹气，你没有吹，我们这边都感觉得到。真的，有吹就会有声音。